张教主，你怕什么？男子汉大丈夫，三妻四妾是很平常的。你扪心自问，你不想想其人之福吗？1994年版的《倚天屠龙记》，周海媚扮演周芷若，堪称经典，至今让许多粉丝难忘。2018年，这部金庸名著再次宣布翻拍，周海媚也要升格了，演出灭绝师太。俏丽短发瓜子脸，不说根本看不出来，这是已经51岁的周海媚保养有道。剧组释出这张演员名单，让网友纷纷赞叹，势必成为史上最美灭绝师太。张无忌，你不亲我，大混之人公然与那妖女离开，令我颜面无存。24年前，诠释周芷若一角，周海媚的娇柔扮相还被誉为各版本《倚天》中最美周芷若。她前面是很乖很温柔的一个女孩，可是到了后面，她完全就变了一个人，就哇非常凶。今晋升灭绝师太，反而要教训周芷若，网友更是期待周海媚的扮相，也笑称要是灭绝师太比周芷若还美，那就妙了。三立新闻张总张欣报道。